们都是我的同学，谢谢你们啊！假如你们就是说，支持鼓励一下的话呢，我就希望你们帮我削削一削，然后嘞，就是给我一点鼓励。现在哦，人哦已经是到了，就是我其实，今年我已经45岁了，但是就是在几年前，应该是5年前这样哦，已经开始老花了，所以不戴眼镜的话，是就看不到那些字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就是戴眼镜好看还是不好看呢？我想摘一摘。很久没有扮美美了，每一天哦，睡醒哦，这里的那个擦那个东那个运作哦是这样的，就是睡醒，然后就是吃一个早餐，吃了早餐，然后又瘫在哪里呢？就是又瘫在那个床，你看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这里可以放到2张大床，哈，然后。这都很乱啊，今天都没有去铺床啊，因为每一天其实不是今天没有铺床，是天天都不用铺床，因为呢吃饱了之后呢，等下又瘫回去睡的了，所以呢我不想再这样就是吃饱睡这样，然后做猪的日子，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啊要找一点事情做，找什么事情做呢？等一等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Hello，大家好，很多人进来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捧场。哎，我先就是我觉得我是应该要讲一下，然后再看都是欢迎你们谁进来，我都很欢迎，然后也很欢迎你们帮我宣出去。我只是想要知道，雪莉你好，我只是想要就是说找回，就是说。所有我认识的人、亲朋好友、同事，或者是就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都好，我是希望就是说，大家多一点交流。其实我很多时候呢，我都很想就是说，联系这个亲人，联系那个亲人，但是就是想到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。哎，打趣的话呢，久久没有见面，很久没有见面，一打趣，人家会不会觉得哇，一条友嚟揾我，唔知咩事呢？哇，就是，然后聊没有见面，没有什么的话啊，你去聊一个话题啊，又没有东西聊，我没有东西聊，你就自然你就觉得不要去找，但是不要去找，是心中又很渴望，就是说，让亲戚朋友就是多一点就是说互动。但是就是每一次都没有做到，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是应该现在这个平台已经 Facebook 这么发达了，这个平台这么发达了，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啊？以前开直播，我想过要开直播，就是想着啊，我要开直播，我要卖东西，我要什么，我要做网红，我要什么？但其实就是说，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这个想法。但是就是每个想，哎，我要卖什么呢？我这样的板凳可以没有？等下又给人家，很多东西，所以就是，无论是你想要做网播，还是就是说你想要跟亲戚讲话，你都会就是限制了，因为现在太多人就是觉得，哇，你某事不得上宝典，你某事慢慢慢，然后就是说你要去联络人家，人家就是也是很怕了你。所以其实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大家说，我没有卖东西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希望就是说找回自己的亲人，然后我的亲人朋友啊、同事啊可以进来这里，就是说我们想到什么要谈什么，还是你们想要谈什么 topic，我们就是找一个 topic 来聊一聊。聊一聊，然后大家也是可以交流一下资讯啊，然后还有知识啊，还有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我们想要听的，想要讲的又不敢讲的，然后就现在来讲。Hello，佛拉窗你好，嗨，还有雪莉，雪莉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她也是很 support 我的哈。佛拉，Farisa Chan，你好，没有啊，很多人问我卖什么，没有卖东西。假如你说要卖什么的话，卖我自己呗。
就是买我自己咯，你们想买几多即是出几多钱啊，你说吧。没买什么啊，买。哎呀，原来呢好耐冇去睇自己嗰个样呢，真係颈纹啦同埋呢啲咁样嘅纹都出咗嚟啦，因为真係我好耐冇照镜啦。其实呢你哋唔好淨係入嚟睇我，即係好多我知道好多嗰啲亲朋戚友已经入咗嚟，其实呢就係你哋有咩想讲呀，或者係有咩想係评论呀，即係因为好似譬如讲火啦窗啊呢，仲有头先啊我嘅嗰啲堂姐嗰啲啊，佢哋入咗嚟。其实堂姐嚟讲呢係细细个嗰时候呢我哋有接触下，咁大咗之后呢可能係见返佢一两面咁样。但係其实讲真的，我好想係去同你哋即係多啲沟通。你哋可能亦都係想同其他啲啲表兄妹啊呢啲人去沟通。但係外衣就是冇一個即係點樣講，即係冇成日喺埋一齊，你又冇共同嘅話題，就唔係咁容易講嘢咯。唉 ，Shelly 好搞笑啊！問我就係咩價錢，你哋價高者得啦。邊個出價出價？依家出價嚇。山窗，我的堂姐你好，係。我現在在那邊做什麼啊？我本来呢就是在这一个加拿大，我是做按摩跟美容的，洗脸啦按摩啦这些。但是就是这一个，我从三月开始，其实我应该是说你三月是这里开始就是 MCO 的日子。但是呢我呢就我现在是怎样呢，我现在是没有做东西了，就是关在这里了。关在家里呀、他问你啊，一家三口没有做、一家三口都有的都没有啊，我们全部在那睡觉啊。我儿子都有 OK 啦，都之前的三个月都没有怎样做，然后现在呢就是慢慢开放了一些，然后就做一下什么，做一下散工咯。我都很厉害啊，我跑去做长工啊。我做长工做八个小时，做八个小时长工，但是呢就用多少个啊，用四到五个小时的车程来回去做啊。然后其实是你们哦，嗨李大万你好，其实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哎低重量，我其实很多人哦，不要怪我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谁啊，但是就是讲呢，不是我其实有一点老人痴呆了，然后就是不是这么什么，然后又没有什么讲话，你就没有这样灵活。然后其实我的 Facebook 我知道哦，有很多很多人，但是呢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去看 Facebook 的。我知道 Facebook 什么都是那些很多平台都是很多人卖很多什么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看的。因为我为什么不看呢？因为我的眼睛不好，我看不到，然后我就不想看这一些。然后我每一天就是做什么呢，我最多就是做一下拉筋运动啊，拍打啊，然后再来就是睡觉，然后就是吃东西这样，所以没有东西做啊。低冲令好，我好，你们大家好，思维，我这思维是我的，我的堂妹，哈 ，Felicia Chan， 你说明年过来找我啊？好啦，你快点来找我。Hi， 卢先生，那你看卢先生，哦，就是我其实这卢先生就是，卢先生是我的中学的这个同班同学。我仿佛的同班同学，李李老，李李老，我不知道谁是李李老，人在加拿大，几十回啊？问我几十回没有？几十回啊？其实我之前哦，一直都不想回，
我都告诉自己，哎，加拿大很好啊，所以我们买69，住了69，我们就回。其实也不用啦，就是说我告诉你，就是觉得可能就是马来西亚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就回了。所以 Felicia 刚才说要来找我哈，尽快来找我啦，可能明年这样的时候我是回哈。因为呢就怎样说呢，就是加拿大对我这个年纪来说呢就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吃饱睡吃百顺，然后那个空气也很清新啊。但是就是说对我的儿子来说呢就不是这样好，所以呢我就希望我的儿子就是回去可以就是说发展哈。你们就是我说了这么多，然后就是说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关于加拿大的哎 Felicia 很感恩你去把我带回来嘿，对了，我其实是等等啊，我喝口水先啊。哎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有很多那个水哦，是我的朋友哦，他那个水机哦，他是那个 Kangen Water 还原水那个，我每次就是去拿很多水，你看这些全部一瓶瓶的给我们喝完了，差不多一个星期呢，我就每次都是用3大个的那个环保袋哦，去把那个水给扛回来。然后我说给回钱他，他也不收我的钱，啊，因为他觉得就是说啊，我这么欣赏，我会这样欣赏他的那个，我会这样欣赏他的水。他讲他很开心的，只要就是说我想喝的话，他就是会无条件这样 sponsor 我。所以我跟我的孩子每天两个人就是大支大支的喝2L。然后有没有觉得我现在我这样看呢，不知道是灯光还是这样，我觉得我的脸色好像好看了，有没有红润呢？以前我一直 Hello 罗美凤，我的阿姐欢迎你呀，啊，姐阿姐你看我有没有漂亮我没有化妆的哦，哎 ，Felicia， 你家也是用 Kangen Water， 非常好。我跟你讲，我老公的那个脚哦，就是用了这个 Kangen Water， 然后，讲真，我就没有你这样厉害了，因为其他人是有他那个 Kangen Water 一家嘛，这样你就可以就是说给他泡脚了。我是没有，每次是装了很多那些瓶，哎，我喝水先。我们就是装了刚才我就是给你们看的那个瓶子哦，哇，那些瓶哦全部就是装起来，然后我就用这一些棉花用这一些棉花就是帮它就是弄好，包进去是包着它的脚，然后就是给它就是再用那个纸是包起来，保鲜纸也包起来，然后就给它就是说腌下它啊，腌咗佢几差唔多半粒钟咁样样啦 ，OK， 软化咗之后系咪就帮佢就系，慢慢清理啲死皮啊，整下，所以佢嘅脚就好咗啊。Felicia， 我同你讲，依一个水机哦，你喺屋企如果你有嘅话嗬，你都可以好似我嗰个朋友咁样样咧，就系邀请多啲你嘅朋友咧，叫佢哋咧就系有皮肤病啊，或者系即系有健康问题嘅人啊，你俾佢哋饮水啦，真系非常之好噶。我哋都系咁样样饮水啊，所以咧就系好感谢我个嗰个朋友，即系俾咗呢个靓水我哋饮吓。Hello， 冇人咗啊！10个人喎，9个人喎。个个一个一个系咁走啊，不过冇所谓啦，其实都系预咗噶啦。但系头先我好似又见到有上升到，有
好多。头先系咪有好有有几有几廿个人噶？哦，不过都好，即系都有有几个几廿个人吓。唉，嚟啦！咁啊，趁住依九个人又喺嘅，我就带你哋去我嘅依一个花园嗰度，去个花园嗰度，唔系应该唔系花园啊，系菜园啊。汪春英，汪春英你好，其实咧。汪春英呢啲我真係唔係好識，其實如果我唔識嗰啲咧，你哋可以係介紹一下，譬如講啊，汪春英，我係你嘅邊個邊個，我以前識你定係唔識你，或者係汪春英，我係新嘅朋友咁樣嚇。穿性感一点啊 ，Felicia， 我现在不卖肉啦，穿性感一点也没有人看啦，也不需要啦，来看一下。这里呢，前门这里呢，就是有这一个番茄仔 Cherry Tomato， 你看，哈，这些很多。很大力一串串的番茄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啊，还要讲一讲，照一照我的太阳花，哈 ，Hello morning， Hi， I'm fine， thanks， yeah, have a good day， yeah， you， 系，嗱，依个太阳花啊，依啲就唔系几好咗啦，哈。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啦，来，现在进来菜园，太阳好大，但是不是很热哦，这个大太阳哦也不很暖啊，照现在的天气其实是这些东西啊全部不是我们种的啊，这东西隔壁的，这个是隔壁家里的啊，这个你看我很久没有出来了，它竟然就是长了这么多花。这个是阿奶奶的家，阿奶奶，没有东西好晒的了。我在加拿大就是，带来带去，我每一天都是，跟爸爸妈妈讲话或者是朋友讲话的时候啊，我都是很喜欢 video call， 然后把他们带出来这个菜园。哈，想过你家就是越过你家就是你的，哈哈哈！哎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来，这一个哇，你看屋主今天就是觉得天气好，也把衣服拿出来晒了。哦，这个就是大番茄啦，你看，哈，还有这个哦，你看到那个椒没有？青椒啊。啊，这里有几条哦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啊，很美丽咯。我们转行卖菜了，要卖菜了。安康哈，其实安康哦，我很多年前已经看到安康，但是安康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认识你，还是。真的是 Facebook 的人太多了，我不知道是到底有一些是我的朋友还是不是我的朋友。加拿大的身材、这个，你看这个加拿大的身材，儿子大了，高过我了啦。那这个就是加拿大的身材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差不多要转行卖菜了，现在没有工作啊。在一星的话、啊、我们就要转行卖菜了，卖加拿大直运回去马来西亚给你们啊。加拿大种了 ，OK， 自己家种了 ，OK， 我们以后没有再没有工作卖菜 ，OK， 菜老现在做。啊，你看到这一些一粒粒的大番茄，哇，你看，实在很开心的，有时这样看，哈。这一边呢，就好像不知道什么来的，我都不知道。豆仔啊，豆仔，豆仔呀、啊，啊，
啊，奶奶，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兜啊，啊，然后看这个啦，这里好像很多。对，这边一个日本的豆啊，这个。日本豆啊，那豆角啊，那看到没有？这个豆角就是在这里，这样长。这样长哦。咁咪白灯咯。你姐我中意绿油油的植物，影多啲俾我睇，一齐睇啦吓。咩啊？仔仔仔仔晕过嚟系咩意思哦？吓，要买我啊？哎，好啦，买个仔啊，阿仔，有人要买你啊？唔好买我啊，我好值钱啊！你睇佢原来高我咁多噶喎，企高。啊！我好值钱啊，买唔到啊！佢唔买啊，佢唔出卖佢自己啊！我话冇所谓啦，老楼一个，要买就买啦，价高者得。嗱，呢啲又系番茄，茄子啊，茄子唔系呢个系番茄，茄子喺呢度，茄子，哇！嗱，睇到嘛，茄子，我唔知道你哋睇唔睇到啊？睇到嘛？睇到啩？啊嗱，睇到啦，睇到啦，睇到啊！喂，入边仲有好多噶番茄，我好多日冇出嚟咗。哇，呢个豆角咪睇到咯，咁大，唔知系咩？喺个边啊 ，runner 边啊 ，runner 边喎，我仔讲咁大条喎。里面一卜系要呢啲噶，系咯，呢个就系细条嘅。一卜长多啲啊，点长到啊？你。我也是做水根哦，水哦，要做水根菜，这个不是水根菜嘞。我们不是卖菜呀、啊，我们是不是自己种啊？是人家种了，我们拿来拍罢了啊。这是我的屋主种的，那我最喜欢看这里的了，有六粒大番茄，然后这里又有，哈，你看。哎，很有生命啊！出道来的话，我们是叫你问啊，加拿大有什么好？你们问，自己种自己吃，是了。哎，宣创啊，我的堂姐啊，你妈妈还有家人最近好不好啊？去年你们差不多这个时候好像是去了这个哪里啊？苗奔哦，很好玩哦。那最近呢，这个猫呢就跑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啊，这个猫，哦，它好像老虎将哦，要过来了哦，呵呵呵呵，哇，我跟你讲啊，这边啊，加拿大啊，有很多猫啊，这也不懂是中国人吃完了，可能就是看到我开直播，然后它今天出来了，啊，现在。就是因为有这一个，夏天呢就 OK 咯，种个菜园，种个菜园回来，是咯。苗奔是去年五月去的，哇，天空那天空好靓，照啲天空俾你哋睇啦。而家我哋变魔术，你哋夜晚，我哋早晨。有七个人嘛，你要不就先。不用紧啦，嗱，几多个人唔系问题啦，有人喺呢度啊，就总好过我喺嗰度咧，就一个一个亲朋戚友去打电话去倾，咁啊，日日做翻啲同样嘅嘢，好好笑噶喎！依个 call 我嘅时候，或者我 call 人嘅时候，我就要一个个带出嚟咁样。咁依家有咗依个咁嘅直播，有咗依个平台嘅话，咁就依家就喺嗰度，即系你哋起码都有七个人、八个人睇啦。咁啊，头先都有十四个人啦，所以冇所谓嘅。啊，倾下偈啫，想去找我，哎，快点来找我啦，你们。有啊，再不找就。是咯，我要找的话尽快找哦，因为就是我打算就是说哈，可有，应该是明年啊，明年会回啊，明年这样的时间啊，就是会，或者。我现在是几点？你那边，你们那些几点？我这里就是几点，只不过就是说，一个是早上，一个是晚上，
我跟你们相差12个小时。那你看那边哦，就是爬了这一个出去哦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园来的，后面一大片公园。今天呢就有人在那边玩。其实哦，公园那一个方向哦，有很多那些水果，我那天才去摘了那些贝利来吃。这里的公园啊，很像那些外国 IT 一样的。什么叫做外国 IT？ IT 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小丑咯。小丑的地方样咯。这个公园没有马来西亚这样好玩的咯。Catherine Chong， 欢迎你，好久不见。Catherine Chong 是谁来的？我告诉你 ，Catherine Chong 就是宣昌的妹妹，也就是你的阿姨，也是我的堂姐，堂姐啊，应该是堂姐。你是大过我一点，那个月份大过我，但是我们是同年的。哎，尊翁，欢迎你进来，尊翁。现在我是在加拿大这一片大菜园，刚才的直播你们慢慢再去看啊，就有很多哈。这里哎，来，是的，好久不见哈。对了，我跟你们思想场，我这里是早上的9:49。那我每天呢就是大概就是说傍晚4点啊5点啊，有时因为我在地下室住嘛，很潮湿，然后他又开，因为现在是夏天嘛，他就开着那个冷气哦，我就很冷，然后就出来晒太阳。鹏鹏，太阳猫，哈，我就每天就是站在这个位置，啊，然后就是在那边这样背向太阳，等到5-6点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太阳是从这里来的，我就这样背向了，我就看着那一边，一路看一路什么，我就一路做这个甩手操，甩手，或者是做运动，或者是拉筋，哈，啊，我的孩子长大了，是啦，哇，是了，我其实就是要训练一下咯，训练自己做导游啊，哈，不过。真的是，其实有人请我做导游也蛮不错，可以这里去那里去，管他是就是说是出国的，还是就是在那个不用帽子了，不可以啊，我每天要戴帽子的。我现在是因为就是说啊，因为说就是说觉得就是说啊，要露面呢、啊，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脸，露一下老脸，你看那些斑全部都出来了，哈。然后，录一下也好的，录一下，然后录一下这样的老脸啊。现在我才看到我自己，原来就是哇，很多问题了，不可以了。所以现在我有动力的，以后不要天天在睡在吃了，要好好的锻炼自己，运动，然后就是要做美美了，哈。买了这样多东西，什么精油，什么产品，全部都没有涂啊，只是说啊，有时涂下，有时不涂。其实美丽的话哦，其实是属于要天天去保养，哈。你咁靓，肯定有人请噶啦，哈哈。你戴眼镜就似姨姑，哎呀，是啦，其实我跟姑姑他们很像的嘛，哎呀，像哦。叫姑姑，戴眼帽，叫姑姑，看不到我了。在下哈，阿表妹你好啊，在下好耐冇见啊。这个在下是谁你都不知道，你的阿姨啦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人就是很奇怪，你看自己明明就是所谓的亲朋戚友，但是你太久没有见，或者是要讲是谁和谁都没有人知道了，哈。来我家都走读了啊，说了啊，哎，你看，什么想到说了啊？你看，大早还是穿着睡觉衣啊？看，我其实平时都是穿睡觉衣的，不是平时啊，我是好像就是一天24小时都是穿着睡觉衣的。
太多姨妈姑姐不认识，不是他们，我仔都识认识的，都知道乜水打乜水的，但是忽然间这样讲话在这里这样 看到个 Joyce 呢，他不知道 Joyce 是哪个，但是一讲哦是乜水的妈咪啊，哪个的女儿啊，是我阿姨的女儿就知道了。同姨妈姑姐打下招呼啦。Hello。吓，就咁啊！要训练下先得吓，因为始终都系要翻去咧，等佢即系见多啲人啊。如果唔系喺依度咧，就一即系好容易自闭啊。好命啦，再湿你嘅刀好大啦，你嗰两条友。萝卜仔耶！阿萝卜仔喺边啊？喂，仲有冇啲阿叔入嚟咧？啲阿叔阿婶去咗边啊？吓，定系唔知道？其实咧，我快啲 share 啊！其实咧，我今日系咪我做呢个直播？我谂咗好耐好耐，我要做咩直播？我要讲啲乜嘢？要啲乜嘢？其实唔使，我都冇谂住系要点样，因为嗰啲人讲。啊！你做直播咁样，冇人睇你咪好黑。他们 COVID 讲哦，就是 COVID 讲，我们才会做直播嘛。没有 COVID 就不会做了咯。哎，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我开播的，而且我是很即兴的啊。其实我觉得，就是说我可能不是只是今天开而已。可能就是会每个星期一次啦，给自己每个星期一次。那假如是还会有很多人看的话呢，可能就会是再做多一点，就因为有要求就有动力了嘛。现在发毛了咯，我们发毛了哦。坐一下。哎，阿姨跟你说啊，那个萝卜仔现在叫做 Sam 哥咗啦，你几时要做鹏哥啊？萝卜仔做咗 Sam 哥啊！啊，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没有玩 Facebook 的，然后其实我也是没有玩的，哈、啊，十个人，来，我要带回这一个先哈。其实哦，你们哦，就是说可以想到就是说下一期直播的时候，你是想要看一些什么？看 shopping center 还是要看海滩？其实上个星期我才去了海滩，我去了海滩，哇，那个海滩呢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美女呀、啊，哈，下一次带你们去那个海滩啊。丹德兴你好，欢迎。你们要 like and share 啊，我们才会带你们去看别的东西啊。没有 like and share 啊，没有看你啊。现在个个困仔同你一样，是啊嗱，你睇条友咧就买咗呢个 e-bike， 呢个 e-bike 就是电动单车啦。吓 ，hello 吓。然后这个 e-bike 真的很好坐的，整个加拿大是不是就是呢，一定是一天你走路咯，你走路走半个钟他们都觉得是很近的、哎、你要出门啊？给我、哎、拍我一下，我去让我坐 e-bike 给你们看啊。 OK， 等一下先啊，咩啊？你等阵先啊！你依家哦，没有，冇所谓啦。你嚟睇啦，我依家坐 e bike 啊。是咯，没有工作咯，天天在家哦。开咗噶啦，系咪？啊。一揿就得噶啦，揿呢个掣。系啊。诶、哎，你不要，你那个还没有按到 E 诶，你要按一零诶，按零诶。按到没有？零诶，零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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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果你一踩，它就会出去。我想按零哦，要。我让你按到个一拖，自己会跑了咯。回去没有了。来，你走远一点，你走远一点，在那边站住。Hello，
好像 KK 底一样哦。你快点回去回去，因为他还没有给看到我的。Hello Hello。我就站在这里，我开始啊。啊。OK。OK。我现在用 data， 我用 data， 应该是 OK 了。我不想开着 data 用哦 ，data。应该有啊，我记得有啊。那你看，自己这样大间啊，不过不是我们住啊，住就是住那一间房间嘛，喂。然后你看，还有自己全部房，像班格路这样啊，每一间都班格路啊，最便宜的班都好像班格路这样啊。没有，你是叫你按铃，我叫你按铃哦。OK OK。哇，即系呢啲 e-bike 都唔系咁容易坐啊！哎呀 ，low battery 要出去一下啦。表姐你好嘢，系啊，多谢多谢 ，Irene call， 欢迎你进来，怎样啦？你妈妈好，最近好吗？我的大姑，我其实整天就是很想去，call 她的，但是哦，就是怕就是那个时间不对，因为我其实很想给她看菜园呢、啊。我那个菜园啊，你们看到会很开心的。我那个菜园你会看到很开心，你妈妈也会看到很多开心，因为有很多番茄呀、啊，哈。哎呀，你看我又来照给你看啦、啊。这个是，橙色的番茄 ，cherry 番茄，啊，这个一串串 ，OK。那其实呢，刚才里面已经是造了很多粒、很大粒的番茄。哎呀，我没有气了，我坐一坐，我坐一坐那个所谓的，哎呀，给我孩子讲先了。然后我现在带你们去看那个枫叶树啊，然后回到来这个枫叶树就是纪念品哦，就是每个摘一片叶子给你们哦，带枫叶的那个，然后做手饰圈哦，你们看到没有那个枫叶树？你看，这里啊很晒的咯，还晒过马来西亚咯。哎呀。Irene call， 哎，谢谢啊 ，Irene call 呢，你真的是好了，说我越来越美，我还要努力啊，我亲爱的，哎，张慧玲阿姑啊，你好毛啊，谢谢你们进来捧场啦！你看现在，哎呀，真的是觉得还是十个人，十个人也不用紧啊，就是有多了不同的就是亲戚啊朋友进来了嘛。谢谢你们进来哈，十个人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去到一百个人？有一百个人的话，不要说一百个人啊，五十个人。谢啊昆莱基你好，我的朋友以前都是在我们是昆莱基，我是跟他是一起搭车啦，去这个叫做什么 SMKB 那边读书的哈、啊、然后呢就是他也是跟我住在同一条街那边旧屋那边的时候哈、啊、来金冇 share 俾阿勇咩 ？share 下俾阿勇同埋阿文啦，叫佢哋入嚟啦。你看我啊，头发都没有剪啊，就不是还没有开放啊，是因为没有赚钱就要留长它了啊，现在要留到它长长啊。来见上一次我哋同阿文咧都有倾偈啊，有来见同埋阿勇都有倾偈啊，call 你哋冇入嚟啊嘛。咁冇所謂啦，以後我哋就係依個咁樣嘅方式嚟傾偈啦嚇。Irene call， 就是跟你的媽媽講啦，就是說看下她幾時哦，她得空啊，心血來潮的時候 call 我啦 ，call 我的時候咧，我專程一個人帶她去看我的那個菜園。Anchong， 欢迎你进来。Young Maggie 也欢迎你进来。Anchong 是我的大姑奶，在新加坡。
Hello， 用 Maggie， 用 Maggie 是我的好朋友，小学的时候。Maggie 阿姨 ，Maggie Man。Maggie Man 快熟好味，哈 ，Maggie 他是我的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啊。B 超阿 B 呀、啊、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阿 B 我看不到嘞，我不想再戴眼镜了，我就阿嘎的呵呵就看。叫妈咪帮你剪啦，有啊，上一次我都有跟他剪过，我有 post 在那个叫做 WeChat。 你们去看那个 Facebook 那边，然后推出去，你看到好像给狗咬酱啊，等一下。我之前有帮他就是剪咯，哈，讲不讲华语，讲不讲广东话，那些都是十八浪啦。马来西亚人讲的嘢就是十八浪，十八浪。我哋讲客家话啦。有听中文的，有听嗰个广东话的，哈。客家话啦。B 超应该是 Irene Call 的弟弟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、哦。看哦，看不到。不看不到的啦。啊。不知看不到，你继续问。还是阿比，还是妮妮的老公。我那里懂啊。B 超打下招呼，讲下你系乜水。哎呦，福建话，福建话我咪会晓讲。啊，你爱讲福建话，我啊教你讲福建话咯。你爱讲潮州话，我咪同你讲潮州话咯。潮州人个家亲硬硬。海南话都得噶。海南话就是人不敌人，鬼不敌鬼啊，就是人不似人，鬼不似鬼。这个海南人的是不是就是这样？哈。Maggie， 你怎么样啊？最近卖包卖到怎样？我看到你哦，又有卖到那些一分分的那一些那有没有走了呀，八哥？那一个叫做什么？那个讲啊，你卖一分分的那个，好像又有饭又有米粉这样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啊。福建话，林庸庸你好，欢迎你，林庸庸哈。哦，我来见你今天没有做工。你是说你没有做工还是我没有做工？我是在这里是没有做工，现在就是翘卡，把那个脚翘起来了，翘卡不用做，因为这里的疫情还不是这样好，就是所以还没有做，哈，这里没有工作，就是现在天天就是吃喝玩乐，哈，吃喝睡觉啊，应该是说，哈。那看一看这里邻近的对面有一些华人，也有一些叫做鬼佬咯，他们哈，有一些种花种得很美哈。阿玲姑姑，你啷办样啊？呀排啲奶妹都太晒咯。啦，给你们看加拿大的那个六四九，那个 lottery， 香港那个是那个 lottery 啊，现在、啊、你们学最多次那个嘞啊，中了有你的份了、啊，然后明天呢就公布啊，面一开直播就好写了，没有开就不没有了了，因为这个嘞是明天就开了 ，OK， 一开了是不是啊，明天我又开直播好写了啊你们。哎 ，Jason V、Jimmy Ho 还有王国山，欢迎、啊、欢迎你们！你们看啊，看着这个 logo 啊，没有骗你们啊，看那个号码、啊、自己变笑下来呀、啊！啊，现在最多是那个一定分奖品给你们，哇，那个多少钱啊？五百万啊！就嚟 short 咗啦，哈，谂钱谂到傻咗。哎呀，文文多谢你，系啦，肯定系你噶啦，一定有你份啊，中咗一定有你份啊，有啊，有你份啊，有你份啊，肯定有啊，听日等我哋开直播，听日见。
OK OK， 喂小孩就喂小孩啦 ，Irene， 哈 ，Stay safe and healthy， 肯定肯定，谢谢。汪国商，其实汪国商我是看到蛮多你的 post 哦，啊，只不过就是说，就好像我刚才早上所说的，就是其实有时看到啦，知道，但是就是不知道 tag 进去要讲什么啊，要什么。其实因为真的是我都没有怎样。我好像很自闭了，因为封闭了，就是在里面没有接触人啊，然后不会再讲话了，也不敢见人了，因为就是又肥又丑这样嘛，哈。封你越来越气伢婆婆，嘿咯，哎，气伢婆啊！明天几点开啊？我跟我明天不得空见你，见不到，见不到不用紧，几时就几时，几时几时中刀就是几时，几时开播咯。有，明天今天晚上12点，然后就是如果明天开的话，就是明天你们晚上哦，就是明天晚上哦，敬请期待。OK， 那就是那一张你们有进来看的，有share了，看到有share了 ，OK， 然后又share的最多的，回去就找你就分奖金给你了 ，OK， 那个奖金起码啦，我跟你讲是有1000块啦，1000块加币。陈海伦，欢迎你进来，风机亮也欢迎你进来，哈啊。你也要可以呀、啊，没问题呀、啊。中了的话，然后你们又是share的最多的话，一定有你们的份，有share有礼物，对。share有礼物。风机亮，风机亮，很久很久没有见你了啦。风机亮也是很靓仔的，哈。来啦，现在这样多新人进来了的话，又看书啊，阿姨，你看风机亮。这样多人进来了，就我。不要再讲这么多了，来留下一次直播再讲。现在呢，再给风机亮你们再看一看我的这一个姑姑啊，我的姑姑他们就是看一看我的菜园。哦，不用看了。OK 啦，这样你们就是啊，倒转，等下慢慢看哦，哈。你看了就写，看了就写。你以好得意啊。来，现在不用，之前 mix 的人呢，就看回之前我所讲的东西啊。然后你们想要就是说想要了解加拿大什么啊，或者是你们在 Malaysia 有什么好康啊，就是说可以，就是想就可以找我。有人找我的话，有好的 offer 的话呢，我就会。回去马来西亚的了，快点买张机票，快点！我就会回马来西亚。Fallen Slim， 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进来。Fallen Slim， 是我 SMB 的一个好同事来的哈。哎 ，SMB， 其实我在 SMB 工作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开心的。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很开心，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就是达到了，就是说我要找我的亲人谈话，我要找我的同事，我要找我的同学，我要找我很多公司的那些以前 HVD 拍戏的就是同行啊，还是怎样，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什么各行各业，就是说以前我认识不认识，或者是未来就是说你想认识我的，都欢迎你们进来。然后现在我要做一个总结，就是我要跑回去我的家里了啊，然后你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我是在这里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。花园那边草原那个什么菜园已经介绍了，现在我要进去了。进去其实这里是它其实是两层楼的 ，OK， 两层楼来的。这个门口呢是我的房东的，然后现在呢我就是要进去我自己的家，这里是车房。这里是车房 ，OK， 这里我的家就是这样，出来，我就出来，是不是？进来，这里就是我的厨房，这就是厨房 ，OK， 啊，厨房，然后，厨房这里呢，就是这个是一楼，上去的那个是一楼的，然后这里呢就是，一家洗衣机，
这一家是干衣机 ，OK， 就是很好的这里，好。然后现在进来，因为是随性啊，即兴啊，今天就是说突然间想到要去做直播，家里有一点乱。那这个就是台阶，一二三四五，下到来了，下到来了，然后就是这里。这里哦，刚才就是从那边下来的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宜家很好，就是人家送我的，然后就是排在这里，这里也是人家给我的，这里其实是很好的，就是我很多二手品他们不要的话，就是他们就会送你，或者是他们送你一点点钱，这些全部这个地方，哈。然后其实呢，东西是很多的，一大这里一大层都是我的那些精油啊，什么护肤品，但是问题就没有怎样用，所以呢就搞成又肥又丑又不好看。现在呢，就是有了动力，我要为了让自己呈现一个好的那个什么讲，好的状态俾大家，所以呢，我一定。会系再 keep 翻好自己，等自己再靓、再靓、再靓吓。呢些就系食嘅嘢啦，哇！你睇呢个朱古力一金砖啊，好多啊，由呢度食到晒啦吓。OK，so 再看一看，还有谁啊 ？Fallen Slim 仲记得啊，好多年啦，系啦。哎呀，好多年都記得啦，我仲未，我雖然就即係有時咧有少少老人痴呆，因為咧太耐冇喐動咧，又冇嘢冇人傾偈咁樣樣咧，真係有少少痴呆咗。但係咧以前發生過嘅啲事咧，即係都知道嘅嚇。而且 SMB 係我係 OK。Arena 喵喵 Tosuki 欢迎你们。现在呢，今天呢，我就不再跟你们就是多讲了。然后假如是你们觉得就是说这一个交流方式很好的话呢，希望你们就是说可以留意我下一次的直播。然后你们想要听什么关于加拿大的东西，你或者你想要见什么加拿大的东西，也就给我一个建议，然后下一次呢我就可以就是说要去哪里做啊，做什么东西给你们知道了。 OK， 你们可以就是留言，然后想要知道什么。 OK， 再见，拜拜，晚安啦，大家晚安哈。我 Fallen Slim 问我是不是想做直播啊，其实我做直播都没有用啦，我真的是要卖自己才可以咯，我没有东西卖啊，现在卖自己先咯。拜拜。 OK， 大家记得多一点 share 跟留言给我就是一点鼓励，拜拜，爱你们哟。